学校是古代军营，我的部队怎么都不见了？不是该我上体育练兵课吗？报告将军，士兵们都被小美军师带到后山去上兵法课了，居然敢抢我的人，岂有此理！哼，一个叫狐狸山之计就把他骗了，都给我出来吧！我把士兵们都藏在这些大谷里了，这地方现在是我们的了，就地扎营上课。 这就让他们都交出来，传我命令，全军出击！将士们，用我刚才教你们的计算公式向上抛物线30度，给我射！练好箭法，咱们才能从小美手下将被咱们上课的地盘。将军，又敌袭，好像来了很多人，给我射，给我狠狠的射！哈哈哈哈，这招就叫做。 草船借笔，我们可以回去安心上课了。嗯，这别跟是个团长，这一步你算到了没？别动，离开到这里的手下，离开这里，把地方让给我。什么？原来你是黑金啊！不是小将军派来潜伏在你身边的卧底，你的行军路线和计划，我已经非常清楚给小将军了。现在还得军师老师带着这里，等着我们的人过来吧。你凭什么留住我？林金刚，你仔细看看，你这把刀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瞎说话！走。 这是我们为了测试你的能力而设计的局。不错，你现在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考验，真的吗？那是我祝福班主们。你的卧底能力突出，现在正式派你去做敌人们卧底。虽然九死一生，但是活着回来就有荣华富贵。耶！